名的杰利可猫轮番上阵，舞台上大展猫族魅力，舞台下猫咪们不时出现在座位旁，让现场惊喜连连。音乐剧猫以高度互动性让全球观众津津乐道。台湾猫剧也深受剧迷们喜爱，今年七月将七度来台，高雄、台中、桃园、台北四大城市都以剧院型场地为主，目的是要让观众与舞者演员们近距离接触，留下最美好的观赏回忆。国际级音乐剧巡演，演出者加工作人员动员人力百人起跳。国卫团队表示，自从歌剧魅影纽约停演后，巡演安排趋于保守。这回猫剧来台，共计演出40个场次，实属难得。适逢暑假，不少爸妈也把握机会，要带孩子接触启蒙经典音乐剧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